近，华晨宇粉丝开撕华晨宇经纪人王慧红了。粉丝主要谴责的内容是，经纪人工作的五年时间里多次出现工作失误，尤其近期给艺人的行程安排严重不合理，损害了华晨宇的身体健康，对歌手职业生涯长远发展构成威胁。为了能豁出圈，华晨宇粉丝还搞了个抽奖转发，粉丝表示这已经不是经纪人第一次压榨艺人了，去年经纪人就是在华晨宇演唱会结束后马上让他飞去录节目，结果耳鸣了。耳鸣对于歌手来说是件非常可怕的事，今年又是这样的工作节奏，让粉丝又心疼又气愤。然而天娱后来发声明出来做了澄清，间接否认了团队对华晨宇安排超负荷行程的行为，但还是让粉丝难以信服。粉丝一边微博上 diss 一边疑似华晨宇经纪人的录音也被爆出来了。从录音来听，经纪人指责华晨宇一共有三个点：一、华晨宇不注意身体，是故意给团队找麻烦；二、华晨宇不发微博安抚粉丝，维护自己。粉丝说当机密，但其实很正常。我们来看看华晨宇的当期安排，乍一看还好，但是华晨宇9月9日嗓子刚打完封闭结束演唱会，起码要休息两周，但是接下来的行程就安排了，而且都是唱歌的行程，音乐节一般都是五首以上的歌曲，前一天还要彩排，可能对于歌手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。三、华晨宇心思不整，自己两虎为患了，关于录音的真实性还有存疑，但王贵宏也是个资深经纪人了，现在被粉丝全面抵制，华晨宇也因为录音内容受到了质疑，不知道接下来团队会怎样处理。花花有何感想呢？